上去吗？要，小猴子，我先上。哦，爸爸，树屋的梯子坏掉了。嗯，还有上面的板子也坏了，我们需要新的树屋。所以要把旧的拆掉？对啊，都坏了。但是我们今天下午不是要编故事吗？对，拆掉之前再说一个故事好吗？好吧，这个故事是关于猴子的。耶，好诶，一只大猴子。玩具是谁弄坏的？这是意外啦。没关系，你这只大猴子。故事要叫什么名字啊？有了，无敌破坏猴。从前有一只大猴子，名字叫马可西。他住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城镇。有一天，马可西在玩他的新玩具飞机。哦，我把飞机弄坏了，这是意外。没关系，我去玩具店再买个新玩具就好。有看到喜欢的吗？我选这个。可是马可西回到家，又把新玩具弄坏了。哦，我需要绑鞋带。哦，这是意外啦。没什么大不了，去玩具店买新玩具就好。有喜欢的玩具吗？我要那个。一颗球？这应该可以玩一阵子了。这是意外。当猴子再回到玩具店往里面一看，马可西不好意思，玩具一个都没有了。马可西该怎么办呢？ Cat， 你跟我想的一样吗？应该一样。我们拿玩具给马可西。走吧，喵咪们， Let's go。Hello， 马可西，我们带玩具来给你玩。真的吗？哇，谢谢。不过我要先说，我有时候玩玩具运气很不好，小心点就好。别转太多圈。哦，啊，鸟先生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马可西，我会修理。因为我去木工教室上过课。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吗？你们在想我弄坏多少东西吗？不是，我们在想说不定你可以修好弄坏的玩具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马可西，去吧。你的卡车，哇，跟新的一样。马可西好棒哦，修理玩具的确比弄坏玩具让我好过多了。爸爸看吧，我们不必把树屋拆下来。对，我们可以修理。这个想法真是太棒了。不过我们家房子真的应该拆掉，再盖一座大城堡。开玩笑的。